欢刘耀文，小时候说完讲话之后要把哥哥们吊起来打，现在实现了吗？哦，说过吗？应该没说过吧？应该没说过吧？说，那我以后肯定会比你高，因为我手大，你手比我小，人都可以立功劳吗？长高然后把你头发夹起来，你妈的，你说我是六岁。首先得长到一米吗？我现在还没长到。想到幺八二的耀文梦想实现了吗？猫肉人，我看你不要在这里吃，还火上浇油，行吗？